好，接下来呢，请陈兄小心的把里面的锅子拿出来，两只手平均拿哦，一样哦，一只手 OK， 你力量够。好，然后整个都把它摆到里面去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一边倾斜倒出来，一边旁边开水直接冲到里面去。一边倾斜，一只手倾斜，不要怕到，不要怕到，一只手倾斜，一只手打开滴到旁边。对对对对对。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再把水浸泡进去，水可以泡进去，然后水可以泡进锅子里面，然后再洗一次，它就残留物就少很多。对，好嘞，那我做个错误示范，你给我个位置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帮我扶着。哦，我把那个滤网拿开，它流得比较快哈，有点烫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时候水可以关掉，然后把它倒干净。好，倒干净之后呢，代表是不是记得我上次跟各位讲过，它本身是什么？来，陈兄看我一眼，好，比个赞。啊，你们不能比赞啊！好 ，OK， 就这样子哦。这就是以后你们在研究所或生技公司的时候必须知道。但是我这边教的是最简单版本哦，那你们的版本会不一样，你们版本会不一样哈、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边稍后就丢垃圾桶当冷却，那我来丢就好。就是说，这就是全套的过程。好，这样子 OK 吗？好 ，OK， 来回复我们到为止去。